我叫陳快雲，我在香港盲人輔導會做義工做了10多年了。因為我訓練這個小丑的時候，起初沒有想到是會這麼久的，都是玩一玩而已。但是呢一路教他們的時候都不是說教的，一路教一路學啦。期間呢我發覺他們的那個毅力呢真的影響到我，他們都這麼有毅力了，咁冇理由我都冇毅力啊，係咪啊？咁所以咧就陪住佢哋成長到而家10多年啦。佢哋又盲又智障噶，咁我希望咧啲父母咧，就算有個咁嘅小朋友咧，都唔好放棄。我哋要俾啲耐心教佢，咁佢哋都會有成功嘅。